哎，那这位朋友，你今年有过年吗？有，有过年是吧？好，那你知道，过年的由来是什么吗？我只知道好像是为了赶走年兽。哦，赶走年兽是吗 ？OK OK， 那你知道过年是在庆祝个什么东西吗？庆祝赶走年兽。哦，庆祝赶走年兽是吧？对，好像有道理哈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就这样，谢谢您哦。谢谢，拜拜。好，那这位同学有不过到好，太好了，不知道。那你知道过年的？我也不知道。那没，那么这位朋友，这位同学，你今年有过年吗？有，今年有过年是吗？有 ，OK。那，你知道过年的由来是什么吗？不清楚。哦，不清楚是吗？啊，那你知道过年是在庆祝什么吗？庆祝要迎接新的一年。哦，迎接新的一年是吗？那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，跟家人团聚。哦，跟家人团聚是吗？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，大概这些吧，大概就这些是吗？對對對，好，那妹妹，那谢谢您了，谢谢。對對對，好，那这边来请问两位，两位今年有过年吗？有哈 ，OK。那两位知道过年的由来是什么吗？年兽的故事。年兽的故事，好 ，OK。那你们知道，因为我们看到过年很多人在庆祝嘛，对不对？那你们知道过年是在庆祝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哦，不知道是吗？好，那也没有关系。好，没关系。那今天还是谢谢两位，谢谢。